哎，你看，太壮观了。忙着呢，什么真是胡家寨吗？哦，快到了。哎，婆婆，哎，还要多久才能到胡家寨啊？前面就是了。哦，哎，听见了没有？前面就是胡家寨了。我觉得呀，这儿民风淳朴，相信这一次啊，我们可以大干一场。赵大小姐，嗯，话别说那么早，比我们有经验的收购商都没有谈下这里的生意。你还是不要妄自菲薄。为什么呀？我就不相信这次买卖会做不成，我就是要证明给我爸看。大哥，走。哎，行，走，去去去。行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大哥啊，这儿应该就是了吧？哎，到了。嗯，哎，你慢点，你也太冒失了。你的箱子。大哥，哎，在这儿等等我们，回去还坐你的车。好。等债主把棉花卖完，咱们就有钱买新衣服了啊！晒一晒啊，晒一晒。来，再喝点。没忘。现在我们没有钱买盐。乖孩子，你先喝了，来，乖啊，喝。不喝。哎，乖，把这喝了啊。没忘。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到时候你自然知道。走吧。寨主，有两个陌生人求见。请他们进来。是，两位请。胡寨主您好，我叫沈丽，这位是重庆商会会长赵长岳先生的千金赵楚小姐。我们两个今天特意来拜访您。哦，你们二位是从重庆来的？是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好。路途比较远，没什么好带的。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就全部都由我来收购。嗯，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们寨子举办一年一度祭祀天地的篝火晚会，我诚挚地邀请二位一起参加晚会。请客人在阿娇金罗威，双手举杯罗二罗，两声金罗威，不要加盐在。陈先生，今天是我们的节日，你们呢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。哈哈，相识就是缘分，无罪不归，否则沈先生就是看不起我们啊。
好，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，咱们不醉不归。赶快，好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。来，干！小酒。寨主啊，我不喝酒。赵小姐，这是给你面子。你不像喝酒的人。啊，寨主，他不能喝，跟他喝不如跟我喝，就别跟一个女流之辈计较。这样，我替他喝了这杯酒，就当做是赔罪吧。这才行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。我敬出去的酒还从来没有被拒，他是第一个。是，要不咱们去求求寨主，让他网开一面。别这么没出息，我不想让他们看扁我，就是求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放过咱们的。放心，我撑得住，不就晒晒太阳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就不应该跟你怄气，早知道就把那碗酒喝了。傻不傻呀？你以为你喝了那碗酒他们就不为难咱们了？我告诉你，他会变着法儿治咱们的。这是我犯的错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受？你干什么？啊！我不要你赔。祸是我闯的，我理应陪你一起受罚。
赵大小姐，你这小身板根本扛不住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你回去。反正我就是要陪着你，哪里也不去。不但保你没事，还会让你吃香喝辣的。救命！救命！没事，来，来嘛，来！高进，你个畜生！张书恒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这在办案呢。这叫办案？你明明是滥用职权，侮辱嫌犯。我怎么办案？用不着你管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混蛋！小蔡明明是被车撞死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他是行动的同伙，证据呢？小蔡就是人证。哼，凭一句话你就说他是行动的同伙，这简直是谬误！张书恒，难道你想包庇他吗？我做事讲究证据，但是你却对他心存不轨。张书恒，我做什么轮不到你管。我是你的上上司怎么样？我告诉你高进，我要把你侮辱嫌犯的丑事公布于众，我要让大家看清楚你的丑恶嘴脸。你有种我们走着瞧，改天我再和你算账。张专员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不是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没事了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算了，
关大义急压死人，张转员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你说。我现在被抓进这里，唯一担心的就是我那年幼的女儿和弟弟，请你转告他们，我现在有事要出远门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，请他们不要担心。我会转达，我也会想办法让你出去的。哎，你醒了，寨主，他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真够娇气，赵大小姐，还说陪我受罪呢，晒了不到半天就昏过去了。哎，我晕了多久啊？一天一夜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呀，你昏过去了，寨主仁慈让我来照顾你。我没事，我陪你继续受罚。你干什么？身体这么虚，你不要命了？好好休息。这算什么呀？你替我受罚。再说了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你别胡闹，好好休息。哎呀，不要争了，看在你们俩情真意切的份上，我就放你们一马。等你太太身体康复了，你们就一起下山去吧。谢谢寨主。这不行，胡寨主，我也是有原则的人，我说到做到，如果不了了之，传出去我还如何立足商界？你好好休息，我绝不食言。寨主都说不惩罚你了，你为什么非得坚持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次我宁可发傻。你知道胡寨主为什么不愿意跟城里人做生意，不卖给我们棉花吗？被骗过吧？可这跟我们受惩罚有什么关系啊？事关诚信。他被城里人欺骗过，我自愿留下来受罚，就是想告诉他，我们言而有信，犯了错也敢于承担。我们跟他以前所见的商人不一样，只有让他信任咱们，才有可能做成生意。不过你这次也太受罪了吧。我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要把这笔生意做成，我怎么能失信于人？你放心吧，我挺得住。行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赵楚对你心服口服，这生意成了，功劳全算你的。哎，别啊，我做生意就事论事，一人一半，成交。舒恒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在写报告。写报告？什么报告啊？我要向主任投诉高进滥用职权，侮辱妇女。舒恒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知道送茶水的丁敏秋被抓下来了，幸好我早到了一步，要不然丁敏秋很有可能就被高进那个畜生给侮辱了。丁敏秋，丁敏秋，你怎么老护着那个女人啊？你已经不在调查科了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丁敏秋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够见死不救。如果扳不倒高进，就救不了他。进来。严科长，找我有事啊？我来是想求您放了丁敏秋的。
严科长，有些事情我可以听你的意见，但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插手。丁敏秋是我亲自让人抓的，你现在说让我放就放，那我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我跟下属怎么交代？处座，据我所知，您抓丁敏秋还没有确实的证据，如果仅凭一人之言就说他是行动的同伙，传到报社可是一篇大新闻，如果让主任知道，恐怕也会说您办事不利。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调查处办案向来不需要什么确实的证据，只要有嫌疑就可以抓人，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，这是为了党国的江山负责。您说的对，不过现在局里上上下下人都在议论，昨天晚上您对嫌犯图谋不轨，这事儿恐怕不是您的职责吧？您就不怕您的名声受损吗？严科长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敢，我只是设身处地地为处座着想。您想想，这个丁敏秋是您推荐到这栋楼里来工作的，他如果是行动的同伙，您也脱不了嫌疑。其实说到底，您不就是垂涎他的美色，才会把他安排进来工作的？主任如果知道您的初衷是如此色欲熏心，那您不是拿您的前途在做赌注吗？这个丁敏秋是生是死不重要，可是处座您值得为他丢掉前途吗？严科长果然心思缜密，丁敏秋这种小角色怎么可能跟邢东有关系呢？好，我放了他。三天已到。按您的吩咐，都备齐了。等债主把棉花卖了，咱们就有钱买新衣服。来，再喝点。没味。你把这封信交给沈府的余管家，必有重谢。想不到你还挺细心的嘛。还有您指教呢。您做生意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损我是吧？哎，我哪敢啊！
这次圣女工作成功全都是你的功劳。算你说了句人话。今天我们胡家寨做成了一桩大买卖，你们也帮我解决了山寨的生活问题，沈老弟真可谓雪中送炭，今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开心做成这笔生意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。开心，来，我们干一杯！来，喝酒。喝酒怎么不带我呀？哎，你不是不喝酒？就是啊，别扯了。我今天高兴，不仅认识了新朋友，生意上还得到了您的关照，我先干为敬。好，那这杯酒啊，我敬你们两口子百年好合，干了！好。喝了这么多，没事。这不是水吗？寨主 啊，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好价钱。啊、以后 啊，山寨的棉花就归我赵主，我赵主呢全包了。好说，好说。为了表达我对您的谢意，我给您倒酒，好吧？好。来，我没事儿，你看我现在有事儿了吗？这是女中豪杰呀，爽快！请求三百万罗二罗，去跟什么喂？慢点，没喝多，你没醉。干！啊，全给我干了！好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喝多了，就我没喝。对你没醉，我一个人，你最清醒，清醒了。我清醒的很。哎，慢点。我特清醒。你清醒，你没事儿。来，赵大小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儿好好歇一会儿，我还得回去陪寨主喝几杯。他今天兴致高，我可不能再惹火了他。如果他不高兴了，再想出点办法折磨我，那咱们就都走不了了。啊，好好休息。你不许走，命令你不许走。我要你留下来陪我。你要敢出去一步。我就出去接着喝。哎，好，我不走，我陪你。沈丽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我以前特别讨厌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知道吧？因为以前是一个特别油嘴滑舌，特别不务正业。总之就是让人特别生气的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没法恨你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有魅力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我发现你很细心，很善良。特别会关心人，尤其是我，会关心我的人，所以你在我心里是一个好人，你是个好人。我当然是好人了，赵大小姐，你喝醉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真的要去陪寨主了，明天接着聊啊，我走了。不许走。赵大小姐，天色已晚，你应该休息了。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就不怕我对你图谋不轨吗？你图啊？你敢吗？我借你个胆！你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沈丽，我喜欢你。
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就派人到重庆来找我，我一定想办法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好，沈老弟，后会有期。行了，胡寨主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哎，等一等，你们把手伸出来。这是山寨里穷，也没有珍贵的礼物送给你们。这铃铛是我们寨子里年轻人的定情信物，有着山神对美好姻缘的祝福，送给你们这对恩爱夫妻再合适不过了。祝你们永结同心。谢谢，那我们告辞了。请。秋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我不管你是不是行动的同伙，都希望你能够理解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也请你出去以后不要乱说话。嗯，拿着吧，这是给你的一些补偿。不，我不能要。收着吧。谢谢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说吧。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跟张书恒有任何来往。你也知道他现在处境尴尬，这次为了你，他跟处座闹得非常不愉快。我不希望因为你的事情毁了他的大好前程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和他有来往。谢谢你，我送你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慢走，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沈丽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？我知道，我在你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女人。不是，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你没有发现我在改变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其实挺女人的，我对你确实有一些误会，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不知该怎么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。刚才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小觑啊，这才出去几天呢，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。哼，赵老板，这次多亏了赵小姐，没有她也谈不成这笔生意。哎呀，我说沈丽啊，你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商人的。这次生意我并非势在必得，如果亏了，对我而言也不过是损失一小笔生意。我最珍贵的不是钱，而是我的女儿楚楚啊，我希望她有个好的归宿。嗨，
年轻人敢恨敢爱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楚楚，我会好好照顾她，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俩能在一起啊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沈丽啊，干脆来我公司吧，我就楚楚这么一个女儿，你看我这么大个家业，总是希望有人来帮我打理呀。啊，赵老板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一来我要打理祖业，二来我想自食其力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做一番事业，还请您能理解。嗯，年轻人有志气这是好事啊，不过你什么时候想来，我赵家的大门随时向你打开啊。赵老板抬爱了。怎么还叫我赵老板呢？你这也太见外了。哎，是是是，谢谢伯父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这样做太危险，你知道你这样做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吗？你这是缺乏理智，不仅拿自己生命开玩笑，也无视他人安危。我当时也是万不得已，李万当时很危险，我担心他的安危，所以才会出手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你太冒失，要好好反省。敏秋，我能理解你以前过惯了不受拘束的生活，但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就不能没有纪律，懂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是我自己太感情用事，做事不计后果。您批评的对，我会反省。这次啊，也算万幸，你还能平安地站在我眼前。但我以后不希望再发生此类事情，我希望你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。任老，沈丽来了，叫她进来。好。啊，来了，沈丽。怎么好严肃啊，哎，气氛不对啊。沈丽，坐吧。任老，行啊，沈丽，我听说你收购了一大批棉花是吗？是的，希望能有所用。太好了，现在已经入秋了，前线的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单裤，急需棉衣棉被啊。这批棉花我们会想办法尽快送出去支援前线。没问题，任老您请放心，包括制作这批棉衣棉被的费用由我来筹措。可以吗？怎么经营周转？你们不是都说我沈丽是经商的天才吗？既然是天才，我自然有办法赚回来，这方面您不用担心。那我放心了，看来老邢真没有看错你，我替前线的将士感谢你。哎，我做的事情还不够？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鉴于你工作的特殊性，也为了保护你的安全，我现在决定让丁敏秋来保护你的安全。敏秋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沈丽的安全由你全权负责。是。哎，任老，
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啊。他保护我？是的。他别害我就万幸啊，我一个人就可以，不需要保护。我没开玩笑，从今天开始，就由丁敏秋来负责你的生命安全，明白吗？任老，他太凶了，我害怕。他在我身边。沈丽，您再考虑一下。但是，丁敏秋他有孩子需要照顾，我怎么能让他放下孩子来保护我？再说我有女朋友了，他跟着我更不方便，总不能我们去哪儿约会都把他带在身边吧？沈丽，这是抗日侨胞救国会组织的决定，这件事没得商量，不要再说了。不，任老，丁敏秋毕竟有一定的功夫，能文能武且机敏有分寸，我相信他不会让你失望。敏秋，你要见机行事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他。很好。沈丽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配合默契。